毕业班的同学，大家好。校长在开学的时候就已经告诉大家，这个师父引进门啊，修行在个人。但是呢，在这三年之内啊，我相信每一个毕业同学都有目共睹，从无到有，从简到现在这么进步，都是我们董事会给我们的支持，让我们招进高职表演艺术科啊，和全校各科啊，都有非常好的设备，让大家学习，让大家发挥。所以讲说是这个三年，这个不算短的时间，也不算长时间，1000多个日子，你在这庄敬高职里面所学的，将来一定成为这个各职类的达人。我相信你按照校长的话拿到证照，就会有一技之长，就会有将来很好就业。所以讲说是三年在学校很规矩，很好好学习，你第一个会拿到毕业证书，第二个会职业证照，第三个驾驶执照。你有这三个驾驶执照，三个证照，你一辈子都照你一辈子。所以庄敬高职呢，给你三年，你就给你一辈子的幸福。所以讲说是人年轻人有这三个证照，就可以照他自己一辈子。庄敬高职照你一辈子，谢谢。